非常感恩今天俊男美女们的聆听我的分享。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邀约，我们即将在这个礼拜日园林有一个爱与感恩的分享会，在园林大家来美食餐厅中下街42号，下午2点到5点，其中有许多的家人接触超级生命密码之后，生命的一些生活境的转变，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是奇迹般的奇迹，但是这是我们人类小小的脑袋瓜想不出来的。不过只要合乎天心，照着超级生命密码书中所教的，我们落实到生活，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一切以结果论，因为生命就是这样子。那另外我们在12月22号、23号，太阳盛的导师远从美国风尘仆仆来到台湾，在林口体育场为期2天的讲座以及实修实练的课程，因为爱幸福美满随之到来，欢迎有爱心的、善良的、想要让自己生活变得更美好的朋友可以报名参加哦，非常感恩。